就这样一直在动，是不累了？好像是，那我也没干啥呀。你要说好像是，我也没干啥，热不得劲儿，反正今天。真香啊！嗯，你往我离我老远。妈的，整的我就不得劲儿，我操！淘气包今天确实是，哎，太淘气了，特别有点儿，给他妈折腾，他妈的今天都差不点儿，就是难受死。哎，我又发现孕妇这个东西哈，摸一天得劲儿这事儿的能蹦能跳，摸一天不得劲儿这事儿的就是真起不来，不是装的，这玩意儿真不是装的。老、no ，你跟我说给我听的，真难受，冒虚汗，你摸摸媳妇儿这大波溜的，全是汗呢。妈，都塌下来了。真的，全是汗呢，成难受了，宝。这个藻油啊，没补充的姐妹真的可以一块儿去补啊。它里面这个藻油，你可以吞服的吃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嚼的吃，每天饭后吃两粒就行。你吃那么多，糖都不高，真羡慕你，那一点都不高，真你。嗯，糖一点不高。我今天吃完了，一天反正吃两粒，吃三粒也行。我老公穿衣服有啊，在一号链接。他我也是一天得劲儿，天难受。我今天真是不得劲儿了，你开心？啊，这咱老李家的，老李家的，我曾经也叫过开心。你说咱这名，我曾经叫过李大脸，叫过李开心啊，叫过老多了啊啊，我还叫过李多余呢。看着没，这个不冷吗？老夜了，天，我刚说让我老公给我摸完，那生出一喇喇汗，出一堆汗。成难受了，是不是虚了？是不是虚了？虚虚虚！你又吃个粑粑干呢？儿子，你这一你不吃饭呢？这狗奶我要吃的东西没好啊！看见没？这就是 DHA 藻油，一颗藻油含180毫克的藻油，然后含20%的核桃油，黄金比例，20%核桃油相当于一天吃了20个核桃。铁的们，就你不用吃核桃照样都补脑，孩子照样补脑，而且 DHA 是很好的稳定咱们小孕妇的一个情绪，对孕妇也特别好啊。这个咱们怀孕的同时，咱们本身身体的 DHA 就会流失，所以说你必须补充上去 DHA， 你的情绪也会好，孩子呢也会发育大脑，也会发育视网膜，知道吧？反正我平时我就嚼着吃啊，宝贝儿。你们有的愿意吞服的，直接喝，这样咔就咽嘴里就喝了就行。啊，你这不是怀孕了呀？我这不是怀孕了，我不怀孕能这么大个肚子吗？铁子，不怀孕能胖成这样吗？我、哦、啥都不敢吃，我看你天天啥都敢吃，羡慕啊，啥都吃，啊，天天啥都吃，咬开以后直接嚼。嗯，然后睡衣都凉不凉的。哎呀妈，儿子，你吃啥？我给你整。啊，嚼了没了。没碰着他。你没碰着我，我能急眼吗？这都给我他妈烫死了。啥烫你？穿个半袖松衣能凉快点，这个也行，这个小背心也行，贴的前胸后背就，啊。然后那个就是要不然就得把这个背心脱了，光膀子穿半袖能稍微凉快，也不凉快不哪去，就是夜里的啊，现在心燥也是。嗯，哎呀妈呀，挺难受。哎呀，太难受。哎，今天属实不咋得劲儿了。今天属实不咋得劲儿。嗯，也没得劲，不得劲。嗯，把这个拿那边去，把它放着吧，放着。而我上穿的背心在39号链接。主播，你现在几个月了？我现在29周加三啊，39周去了，29周加三，39周他妈生了，29周加三了啊！今天是，嗯，这两天肚子也是萌萌的长，就不知道怎么就长得像气球似的，萌萌的长。我里面给他穿个那个啥，我又今天又添个护肚，你看穿两层保暖护肚。今天出去不行啊，我这肚子就感觉手手往里转风似的，然后回来还热。是不是这周过完了，然后你就30周了？啊，对，这周过完就30周了。预产期2月14呢。
雷雷24呢，过年关年那个啥呢？那咱们按理说过年还有74天吗？不能吧，老王。咱离过年还有几天呢，姊妹们，你们知道离过年还有几天吗？80多天。我预产不是我那个宝宝树顶上写我还有74天就生了。还有71天，还有70天呗，71天呗。真还有70来天就过年了。嗯。还有70来天过年呢，宝贝们。过年对过年，我是过完年初五，正常过完年初五生孩子。啊，感谢点赞啊！大家今天点赞第一名送一个项链啊，包邮送。小妹，宝宝越长越大，宽松衣服对宝宝发育好，对你好，宽松老宽松了，姐，你看，你看着没？我穿这个大裤衩子，就是我怀孕8胎都能穿，姐。情人节对，正常情人节那天，但我不知道哪天过年，但我那个宝宝树顶显示我还有74天就生了，吓死了。别笑。你拿筷子撸，那还吃点啥？真的就得挨揍。给你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宝宝树怎么填？就是你预产，你他会大夫给你推，你那个末次月经、哎，你填点哈，然后他就会给你推出来。你预产29号过年，对，还有我怎么28周加4啊？你怎么30？那你肯定咱俩来事儿就是月经期那个末次月经不一样呗，啊，那肯定末次月经不一样，所以你28周加4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29号过年，我24生，不，我正常预产期2月14，但也不一定24，宝贝儿，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就是那么准，反正。我希望他是过完年生。我希望他是年前生。你少说话，多吃饭。你希望个什么？你希望年前生，谁都过不好年，谁都别想吃好吃的了。对呗，年前生咋整啊？年前生啊？年前生，大家伙都别过年了。嗯。年后吃呗，让我吃个好的。你就在医院里面吃醋。他说我儿子就是提前半个月，女儿都晚，我希望他晚点啊，晚比浩然那时候也晚了，我儿那时候我也过预产期，他没过几天，但是他生出来人大夫都说了，他最少还得半个月才能生出来，还能那个挺半个月。嗯，辽然生出来手腕洗软，辽然，哎呀妈呀，去太干了。